偷看妈妈。没事没事，算了，又让你们捡了。妈妈偷偷跑过去。他不如方便，但是现在他先，我那天看你，要坐老虎椅。爸爸，你看妈妈换位置。庭长，第三题。对。几个回点？一二三，上面。我们还有楼上。对呀、啊，上面一个。对呀、啊。好吃啊！跟爸爸那边加共产党油，那边进的话，他都放进来。对，那边太咸，我在那边连天都待不住。是白天待不住，还是晚上待不住？妈妈，你说你要买什么？这个，你要买多少钱？最近七个月吧。什么意思？七个月？最近？咱们好像买不是这样子的。这样子产品天价我管了，十块钱。对，十块钱。两天。明白，应该明白。还有买虾，虾不是啊，它是冰的。爸爸喜欢吃海鲜。对，爸爸喜欢。我知道。今天你们爸爸没吃过海鲜，今天都可以吃哈。你的儿子也喜欢吃海鲜。啊，你怎么做的都一下都可以吃？你怎么还爸爸？你的意思是我买给你爸爸吃？快点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小时候我们跟妈妈在家说一年吃不了两条鱼，爸爸回来了天天有鱼。你爸爸做钱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开心，因为妈妈又买几个菜，爸爸喜欢吃的，然后也是买我喜欢吃的。爸爸喜欢肉，海鲜，我也喜欢海鲜，但是还是我喜欢那个大蒜，是不是？爸爸吃大蒜。特别牛，特别牛。蒜苔。蒜苔什么？蒜苔。这个东西。大姐，我告诉你们，然后我说韩语哪里不对啊？这个是我的老师。好，你们弄，我去买。爸爸想去超市了。走，妹妹，你去。我也要这个。妈妈又做菜谱，很想妈妈，是不是你现在做很好吃的？因为老公要来吃。在家不是这样子的味道。今天我做的老公吃了，你们都别吃了。这不没意思，但是你要老公，这非常非常好吃的。老我们旁边也吃一点，老公吃老婆那个吃好几年鱼。以前我都没想啊，锅还有火有问题做法，真的没有想。但是中国的菜都是要火很大很快，炒。是谁呀、啊？我妹妹。是爷爷。爷爷，我给你开门。开了吗？爷爷。你们不要穿鞋子，爷爷马上上来了。玲玲，玲玲，哇，没带那个雪糕嘞。玲玲，哎，玲玲要找爷爷 A 服的爸爸。你来了。我们做好吃的。那你把锅拿这个。阿姐，你看，爷爷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吗？爷爷买很多。嘉欣也喜欢吃啊。我喜欢吃。爷爷，我挂着你。周青的几个？爷爷花了几块钱，爸爸，爷爷花了几块？是吧？今天这个菜买什么方式？因为你要跟我来。你来呀、啊。妈妈知道你喜欢吃海鲜，喜欢吃鱼。谢谢。妈妈，你听到了？听到了没有？谢谢。哎。
吃开心就好了。你自己吃，你差不多就行了，别买那么多。我真没被拉黑呀。爸爸很开心。这个房子，这个院子里头。是的，好舒服，是的。我们那边是东西白的，东西朝鲜，你这个可能是南北朝鲜。因为你看是山，没有什么房子，是这个很舒服。嘉欣，你长大要干什么？当老师，要不要当医生？不当医生，当医生可以。我当老师再当老师。只能选择一个职业，当老师就当老师，你学了就毕业。那这边也是，好你。写的吗？还没太多了。爸爸喊你。最后一个菜吃菜，变得没有。哎，他特别喜欢吃鱼。来，他在那里。点，这是坐下的。那你别动，你别动哈，你别动，你不会剪啊。来，干杯。这一年爸爸辛苦了啊，对，在外面。嘉欣，你有筷子？拿筷子了吗？嗯，你要吃什么？你说，我要给你夹。要吃什么？夹。好了，好了，正好够了。家里还会那么大，大灯压气盖都废了。对，看来老没有鸭子。咱们那个猪脚，猪脚它会多猪脚一点。那个猪脚我都还没关。不会。那这里几十年的那个，那个老房子可以真的。今天的台风比较大。嗯。哇，我都没有看有台风。我也没看。那咱们再回去看台风。对呀、啊。干杯。看妈妈，没事，算了，不用认真讲。妈妈偷偷跑过去。我不方便，但是现在的先，我那天看你，要不拿回去。爸爸，你看妈妈放过一只，她要跟你一起。我哪个不给穿的鞋子？啊，你以后得转给你外公的眼罩，来。挺好吃的，这来。要说什么？谢谢。哎呀，我说你说。不是，他看中间黑黑的，他不敢吃。没事，好了。